从我们这个房子里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跟都市的发展其实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时间一直在推演，你很难保存所有的事情，看到这个建筑物还可以跟过去的历史能够连接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重要的。如果把观色好好的审修起来，就知道在这个周边的那个城市的历史风貌是什么样子，我们才能认同台北。